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嘢啊？我喺度研究紧点样先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帮助一啲流浪动物啊。这个系人工智能流浪动物避难所。这个避难所用咗人工智能啦，去侦察唔同嘅流浪物种。如果佢系猫嘅话，就会有猫粮提供。如果是会有系狗嘅话，就会有猫会有狗粮跌出嚟。如果是其他物种，例如乌龟、白兔，甚至系野猪等，就会即时 call 义工过嚟。除了最基本的恒温系统之外，它还会自动侦测入嚟的物种有冇一啲受伤的迹象。如果有嘅话，就会立刻召唤义工过嚟处理噶。它还会在啲动物入嚟的时候，进行拍摄，然之后会上载到不同的社交平台，方便帮助有可能有一啲人找翻自己的唔见咗嘅动物。我期望呢一部机可以在呢个社会里面帮助一啲弱势的动物啦，帮香港打造成一个动物友善城市。